OK，各位，我们可以开始上课了。那这个呢，之前我就有给大家看过，前面的 Part One、Part Two 我们都已经写过了。那现在我们今天就要来做这个 Extended Writing 的部分。那 Question Number Two 呢，要写的是一个 Review，在 Travel Magazine 里面写的就是关于你最近去过的一个 Famous Tourist Destination，然后你对于它的看法如何，喜欢的部分，还有会不会推荐。然后 reviews 呢，你们已经写过太多次了，我觉得你们对于 template 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对于呢这种 reviews 的部分呢，你以前也有写过那个关于 waterfall，sorry tourist destination 哈，你们也写过关于 waterfall 的。所以这次呢跟上次非常的类似，我相信这次你们也会发挥的不错。那我会建议大家写个五段，第一段 introduction，三个 body，然后再来一个 conclusion。Question number four 呢，写的是 sports data report。那 report 的 template 你们也写过了，我们上次写的是去一个 club 去做那种 charity 去 orphanage 的。这一个呢，类似的 template，但是写的内容呢要关于 sports day，要回答以下三大问题：when and where，在哪里办，几时办。然后第二个呢，body 的部分我们要写到它的 highlights，就是那一天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然后再来怎么结束这一天，什么颁奖典礼等等的。然后再来 question number five 呢，讲的是一个 short story about a dishonest boy，一个不诚实的孩子。所以你们就要写说这个不诚实的孩子他是一个怎样的背景，然后他到底做了什么 dishonest 的事情，最后这个 dishonest act 是怎么结尾的，是正面的、反面的。比如说大家都讨厌他，以后他没有朋友都是不好的。你也可以很正面的说，哦，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然后从此改过自新，这样子。有人不明白的吗？大家都明白吗？明白的人呢，就可以开始写今天的作文。任选一题，我会建议大家这次呢，可以选一下你们之前没有尝试过的题材，尝试一下适不适合写的类型。OK，如果有问题的呢，大家可以在 chat box 里面问我。你思路断掉，不懂要怎么写，这个字的英文不懂怎么写，都可以问我。OK。那没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开始写。一如往常，我们会在7点的时候有一个5分钟的休息，然后7:05的时候准时回到这个教室。没有问题的人给我一个赞。OK，很好。那我就 stop sharing 了，大家可以开始写。差不多到时间要休息的时候，我会再提醒大家。
嘿，各位，现在差不多都要7点了，又到我们的5分钟休息时间。那跟大家讲一下，等下5分钟休息好了回来过后，我希望大家可以告诉我你们的进度到哪里，比如说你写到第几段了，或者是说你写完了，OK？那你告诉我进度够，我们来决定一下到底是不是可以马上开始讨论这个 model essay。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去休息了。那一会见，记得啊，7点05分准时回来这个课室啊。